刚刚开着网页，突然有鸡在叫，害我吓一跳。妈，我出现了在老婆台，我出名了吗？妈，我出现了在老婆台，我是不是出名？我是不是出名？妈妈，我出名了，不过出名赚不到半毛钱。这个出名只有了一只叫我肥仔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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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肥仔。出名的肥仔也不过就是一头猪，一头猪，一头猪。好啦，大家晚上好，安安你好，安安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玩什么呢？今天要玩试试我们的 MCZ， 因为今天是礼拜二，好吧？那开场白就免了吧，我都已经唱歌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到 OP Channel， 我是歌手老皮悠悠。好，结束。哎，你们上忙。你们打 POE， 你在那边他维修了啦，是吗？他要扩展什么送啦，不能玩啦，送啦，送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弄了。哎，我今天不知道干嘛哎，而且我先让你们看到我那个盖好的片段，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妥，因为这样都没有神秘感了。没有神秘，不过没办法，还是要曝光的啦。为什么章鱼？因为爱啊，因为爱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爱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还想不到要干嘛哎，你们帮我出点建议好了啦，不然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一把火烧了这里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烧这里？好啦，我们看一样啊，我们就看今天能做什么任务哦。上次我们就是已经把那个工业的东西已经弄出来了哈，但是弄出来之后没有地方可以放。这边好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一堆东西，因为我们还没地方可以放嘛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想办法把这东西架起来。架起来哈，安架哈，安架生存，安架，安架生存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来架一下。不过要架哪里呢？要稍微先考虑一下，因为老皮已经把那个林场哦，就是其实如果老皮今天在剪很辛苦的影片啦，那皮弟我稍微看一下，但是我都剪大概二分之一吧，大概20秒吧。怎么20秒？2分多钟、3分多钟啦啊、哦！就是老皮，其实我在重新把那个特别篇剪起来啊。不过，可能你们现在看到长什么样子。不过到时候特别篇的话，还是有机会再去看一次啦。不然的话就觉得，怎么无中生有？是不是开创造模式弄出来的？但其实就是，当然就是开创造模式弄出来的、啊。当然没有这种回事啊！就是老皮真的一砖一瓦去盖的啊，真的蛮辛苦的。因为我想说这个东西就不用创造模式啊，就创造模式我只拿来用来拍影片，就是要飞到半空中取景啊。啊，那些的，不然的话一下要摔死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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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景啊，可是盖的话都是一砖一瓦，一砖一瓦盖出来的啊。然后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，那到时候影片的话就会揭晓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盖出来的，然后还包含说有什么样未来的展望。好，那至于在这个时光中，老皮都不说了。好，就是你们继续看影片。信长之野望。要不然都让你们看完了啊，你们这样子，那你还看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还看什么？我都让你看完了，你又不让我看。不要让你看。有人说去地狱哦，会啊，我会去地狱。不过，我要先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先做好了，就是先把我们的机器先架起来嘛。不然，这个没装备，你要去地狱，我连武器都没有哎、欸，只剩下这个什么古斧攻击力还蛮高的啦，加5攻击力很猛，好吧？这真的是下下之策了啊！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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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 ，Everybody 会不会讲 ？Everybody 都不会，好不好？超弱，他有点卷舌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哪是？听你在讲，他有点嗓音，听你在讲，你在棒操讲。放操控，好啦，那我们既然决定要做什么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是先把那个炉架起来，然后我的想法是可以把那个动物区清空，把动物区清空，然后在那边架炉子，哦，这样应该是还不错。为什么他那个猪把鸡推出来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可能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然后回去。好啦，就先这样了啊。
啊，那我们就是先想办法弄一下，还是要架这边呐、啊？架这边好像也不错，可是会挡到那个视野啦。因为我之后应该是会把这整块都全部清掉，把它改成就是风景区哦，然后把它改封景区，然后工业区的话就是在弄建筑物的后面，那边后面是工业区，然后这边就是完全都是产业哦，那边还弄个大湖啦，哦，还弄个大湖，草莓吗？草莓，欸、草莓。强烈棒操！下下下！不要再下了，不要再下了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先弄一下吧，好吧？有人说攻击的攻击哥一等等攻什么东西？攻击的一等等攻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宫本武藏啊，还是那个什么版本小次郎？有这种东西吗？有这种东西吧？好了，那要、啊、怎么做？后面拓展吗？还是盖在上面啊？可是盖上面有点浪费，因为草地其实真的还蛮难取。我觉得你要把土把自己家围起来，然后把自己家围起来，把动物都养在旁边，养到房子周遭这样。我动物就会养到下面啊，养那边啊，因为那边现在地还蛮大。你看我已经放那个，不是你要过田园生活啊，所以你要田园生活应该不会吧？我不太想过田园生活啊，弄这边好了啦，弄这边好了啦，这里，这下面不是还有个洞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动弄那么久了，不弄啊，不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弄一下吧。然后先找一下有没有更多的树木。先有树木嘛。哦，必先怎样？嗯？必先怎样？有一句成语啊，你先讲来。必先砍其树木。哪是啊？伐其根木。痛其体肤。痛其体肤。控伐其身。控拔控孔，行拂乱其所为，什么东西啦？会不会呢？不会的，奇怪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拿木头去倒一些东西吧。哦，这边木头很多，我们盖一个那个纯木质的啊，纯木质的平台。那随时都可能掉下去啊，这种掉下去这种岌岌可危的感觉我最喜欢了啊。要掉不掉啊？要掉不掉？你要掉了吗？有一只绿色的。你要掉了吗？绿色的章鱼，你的脸看起来臭臭的，我真的闻到了一股臭味。一股屁味，那个真的是屁味章鱼，好吧？芥末口味的屁味章鱼。屁味章鱼，你不觉得有的章鱼那个墨汁吃起来还蛮像屁的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不会？其实墨汁没有什么味道。墨汁没什么味道，那章鱼的味道是来自于哪里？海水。海水吗？嗯。所以我们都在喝海水。对。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排泄物都排到海里面去啊？所以让章鱼长得更肥美啊。所以章鱼才吃起来有屁味啊？对。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所以我的逻辑是可以的，我的论述是不是正确的？正确，对嘛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在森林里面就是有那个芬多精嘛，对不对？芬多精，那海里面就是有芬多精嘛，啊，对啊，芬多精。那这个芬多精吸多了，那当然章鱼就有屁味了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嘛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之后越后面的人吃到的章鱼都越多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越多屁啊，好恶心，所以就是屁循环，就是你想想看，今天章鱼的屁值是零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百年前，有一个人捕了一只章鱼，然后他吃了章鱼之后，就是拉了一坨屎在海里面，在河里面，然后就那个流到海里面去，然后就增加0.1，然后0.1屁值的章鱼呢又被你拿起来吃，就变，然后屁上加屁就变0.2这样子，不是是要乘以二次方啊、哦，乘以二次方是不是？这样会越沉越小，就吃多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数学不好、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是用乘的，可是你乘是低于一的数值，都会越沉越小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数学不好、啊。是啊，是乘人数的啊。什么乘人数？你刚才就讲说什么0.1乘以二次方？好吧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低于一个人，表示说你数学很弱嘛，你是不是承认？你会承认啊？你会承认吗？承认啊！你承认啊？你出个数字让我算嘛？你又算不出来？那我拿计算器。开根号你会不会？开根号不会。海伦公式会不会？海伦公式是什么？海伦公式都不会。对啊，海伦公式不会，你那边跟我讲啊，数学这么差。十年后我不懂这些，我还可以好好的活着。对啊，我现在早都已经忘光了，我还不是活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同学老师说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好好读书，长大都 K 那个 QQ 嘎，好不好？我们讲话，我们那老师讲话讲难听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没 Q 嘎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有 Q 嘎吗？我现在是在那边那个打那个骷髅头啦，哦 ，QQQ 也嘎啦，然后就是大家都、就是闲来没事做那边打 POE， 还是打什么那种线上游戏，那边捡骨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对不对？大家那边拼命抢宝物啦，哦，是有啦，哦，这样老师做的也是没错嘛。对啊，十年后我再 Q 嘎，对，捡人家的宝，捡人家的宝，打一个宝就10万元这样子啊、哦，
超爽。有人说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对啊，是不是老师都会这样讲啊？各种被老师呛。其实老师用意是要让你好好学习。没有吧？就是你现阶段你至少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啊，你毕业以后你要不要用它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、啊。那是一回事。可是我觉得我那个国中老师就只是想要羞辱人而已啊，就是想羞辱你，好不好？鲁鲁修，鲁鲁修。哎、欸，对啦，确实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老师，因为好老师不会就是这样做。那他帮你引导你的兴趣，对呀、啊，你的专业，你的专长，开发的专业，太扯啦。有人说他是插火把，会啊，我当然会插火把，我上了64支火把，全门鸡蛋糕64把刀，好吧？那什么刀你知道吗？什么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刀啊，所以才问你啊。是什么？哎、欸欸，是不是专业嘛？对不对？有问题就要问。这个节奏太快，我跟不上。对啊，有问题就要问哦。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就讲说啊，你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都没人讲。其实那一句是讲说那个城门有几丈高，是吗？对，不是城门鸡蛋糕啊，不是鸡蛋糕哦，不是鸡蛋糕。可是这样讲到鸡蛋糕，我肚子饿了、欸。你要不要带我们去爱买个那个材料回家做？做鸡蛋糕啊！那你要找小燕，小燕这烘焙比较强。他是烘焙王啊！烘焙王，烘焙王。老毕大大什么时候开的、哦？大概7:55的时候开的吧，7:55开，所以其实也才刚开而已啦啊。说到烘焙王，我今天不是参加同学会吗？对啊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在那个中立的那个大叉发在那个烘焙坊工作。大叉发烘焙坊。他参加那个，因为他们。公司那个烘焙坊里面有那个职能鉴定有没有？他去台北，然后考到那个师傅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对。然后呢？他就是那个店里面的其中一个师傅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我想说，看有没有机会，我们来去拍一个烘焙王的 vlog。可是你烘焙出来，你要自己吃哦。哎、欸，就请他帮忙就好了。对，不行，你要自己做啊！你动手做才有那个吧。我们去那边学习嘛，然后一个做你自己的版本，一个做我的版本。做什么版本？你觉得我会？然后我们来比赛，然后拿去给路人吃，看看哪个比较好吃。你这样就是摆明要跟我呛声就对了。对，跟你来啊，单挑啊，怕你啊、喔！我跟你讲，虽然说哦，我下厨的次数是没有比你多啦，但是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但是你不能作弊跑去味觉的口感哦，味觉的口感这其实是与生俱来的，这后天训练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你要不要我天生就是味觉很厉害啊。然后呢，光你放个屁，我就知道你中午吃什么东西。最好真的，那我现在放屁。好，你放，来你放嘛，你放啊，来啊，你放啊，空说不练啊、哦，空说不练，对不对？只闻屁声不闻那什么？所以你到底要比赛啦、啊？比赛啊，好来啊，比赛写塔、啊，比赛看谁不行啊，比赛写塔，还比那个品客饼干呢，来啊，可以啊，没在怕的啊。那我们要找谁当裁判？找来裁判啊？没有啊，就自己上啊，不用当裁判啊。好不好吃就由我断定啊。屁啊，你是参赛者，你又当自己当评审，哪有人这样子？球评、赛评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什么跟我斗，好不好？我有10万皮粉，你有10万皮粉，从那边吸过来的。我这边有30万皮粉，10万皮粉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这个、威力很强大的，威力很强大。你还是赶快去签威力彩比较快啊！找阿神哦，阿神他上班啦，他没那么快，至少他要等到大概9月多吧。因为他现在还在工作啊，他工作到9月多他才有空。所以不急啦，之后应该之后应该就蛮多机会可以找他一起合作拍的东西啊，那当然是没问题的。有人说怎样，少林功夫好耶，真是好耶，哎、欸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那我们要现在怎么弄？看一下，因为我想说到时候把这边整个围起来，就我刚才讲过嘛，就是围一个那个圆柱体，然后到这边就变成是一个怎么讲，中间的入口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圆柱体，因为那边已经弄出来啦、啊，你不用很可惜啊。然后弄个玻璃嘛，中空玻璃，然后里面全部灌水。中空玻璃里面要放那个，放岩浆，放漂亮女郎，没有？没有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漂亮女郎哪里找啊？对不对？你找得到？你现在还坐这边吗？早就跑去跟人家说啊，那大晚上吃什么？啊，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有没有穿衣服啊？然后不要再裸奔露乳啦。一下班后来就问你说要喝茶、喝咖啡还是喝它？什么喝它、啊？喝什么？喝它、啊、是这样吗？他煮的东西啊。哦，这样子是哪是啊？
人家广告台词明明就不是这样子的。要不然他怎么讲？他说 coffee tea or me， 然后就换灯这样子。换灯什么意思？那不是那灯泡广告吗？哪是换灯？那哪是啊？是啊，不是好不好？不是